高雄一间囡仔运动补习班，叫做体育人文创，年年初雄雄关门哦，有超过300个消费者向消保官来申诉，自救会冒上千人。即马消保会决定讲要帮家长来拍团体诉讼，因为这款课程哦，唔是以补习班，嘛唔是用健身房来登记立案，消保会嘛会由政府应该爱立专法来管理。为什么这样骗人？哎呀，那其实这个钱我也没有想要说可以拿回来。但就觉得说不应该让他这样去伤害孩子的心。受到体育人文创恶意多点，受害家长一度想要哭。大家也都没有收到，也没有办法去联络到王先生，所以我们就会走诉讼这条路。那也是给孩子一个机会教育。市面上其实还是有这么多的，那到底有没有一个稽查的？有没有一个？我们希望我们是最后一件事情。有家长报名还没上课就撞到桌垫，也有家长汇钱了后后个月就回倒去。自救会人数上少千人，甲各地消保官申诉的人数也有304人，平均一个人被骗2万到3万块，初估金额上少2000万。但是王姓负责人，代志发生到即马找袂到，台湾消保会决定要替受害家长拍官司。就代表说，这在全台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灰色地带的状况，所以我们是很呼吁政府哦，一定要赶快订立专法。台湾消保会表示，网络真侪儿童体育相关课程，或者毋是登记补习班、健身房，撞到纠纷，或者透过相关的规范，也是定型化契约，对着消费者是非常无保障，建议政府赶紧来补破网。我们先制定自治条例，然后我们让我们的各县市的执法机关可以去稽查这些团体。团体官司收件到11月底，伊嘛建议消费者报名相关课程，得爱摕收据或是写合约，付钱的时阵当采取着信用卡缴钱。若是当着纠纷，就会当向信用卡公司申请着争议款项。记者王刘婷、陈天坤报道。